Hello， 大家好。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对这台广汽本田极派一进行了100公里体验啊，并且进行了电耗测试。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把这台车升起来看一下它的底盘。那其实这台车这里呢是有两块护板的，我们是只是拆了其中一块。这一块不拆的其实是因为没什么好看的啊，它只是对这高压线跟电池的连接点啊进行一个保护，同时呢起到给底盘找平的作用。那拆开这块护板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三合一电机就在这里啊，可以输出150千瓦的最大功率以及310牛米的最大扭矩。我们在封闭路段也对这台车进行了简单的百公里测试，并且当时还是下着雨的。那最后我们测出的百公里加速成绩呢是 7.95 秒，在下雨天还能跑出不到8秒的百公里加速成绩。除了它的动力不错之外呢，这套马牌 UC6 的轮胎也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因为这套轮胎拥有不错的排水性能，同时它的抓地力也是不错的。然后轮胎的规格是225/50/R18/95V 的。那这条轮胎在某宝的马牌轮胎官方店里面售价是1000块钱出头，那这台车轮胎还是用的不错的。顺便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市面上的很多电动车其实用的轮胎都挺好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电动车相对来说它们的重量会更大。就拿这台车的举例，这台极派一和广汽本田的缤智啊都是小型 SUV， 但是这台顶配版的极派一它的整备质量是达到了将近1.8吨，而顶配版缤智的整备质量才1.4吨，差了将近400公斤。所以更大的自重就需要更好的轮胎来提升它的行驶稳定性、操控性以及制动性能。 OK， 那我们继续回到里面来看啊。那来到这边呢，可以看到这台极派一它的副驾它是一个典型的 H 型副车架，并且呢再往上看一点啊，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一个等长半轴的设计，那这样可以避免出现扭力转向问题。然后呢，这台车的前悬架是一个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架，然后它的下摆臂是采用双层冲压焊接的工艺，并且这里做了打孔的处理。那这种双层冲压焊接的下摆臂呢，相比单层的下摆臂可以承受更强的冲击力。材质的话是铁的，包括这个羊角也是铁的，当然用铝合金的会更耐腐蚀，然后重量会更轻，但是成本更高。这个台车200000元的价位，小型 SUV用铁的其实也无可厚非。另外可以看到这台车是采用了一个独立球头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在之前我拍过的第四代汉兰达以及广汽传祺 GS8 上也是这么设计的。好处我也说过，就是在后期维修更换的时候成本会更加低。然后在下摆臂和副车架的连接点这里可以看到它用了一个体积比较大的衬套，可以起到更好的吸震作用。在刹车方面，这台车的前轮的刹车盘采用的是通风盘式的，而后轮采用的却是盘式的。那通风盘式的散热性能会更好，更不容易出现热衰减，但是盘式的在保养维修的费用方面会更低。那再往后走呢，这边就是它的动力电池了。这台车是510公里续航的版本，所以它的电池容量是 68.8 千瓦时的。可以看到它的电池呢的确像是小书包一样悬挂在底盘上啊。那这样的设计呢的确会影响到这辆车的最低离地间隙，进而影响到车辆的通过性，并且它的动力电池呢底下的保护板不是一个铁质的，而是一个复合型材料的。所以大家开这辆车出门的时候，经过一些路况比较复杂的路段，比如说比较多碎石或者说路面凹凸不平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呢，就要悠着一点了。那来到这边可以看到极派一的后悬架采用的是扭力梁非独立悬架，这也是引起大家争议的一点。但是扭力梁非独立悬架一定就不好吗？其实我们也得结合这台车的定位来看，这台车是一台小型的家用的 SUV，它的车长才4.3米，车宽不到1.8米，轴距是2.6米，还要追求空间的实用性。那如何在一台小型家用的 SUV 上将空间做得更大呢？哎，这种扭力梁非独立悬架就是一种选择，因为相比独立悬架，它的结构更简单，体积更小，所以对车内空间的侵占会更少，也就是说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乘员舱空间和后备箱空间，换而言之就是车内的空间实用性会更好。当然相对来说它的成本会更低，不过我也不是说极派一用扭力梁非独立悬架是对的，是好的。毕竟这辆车已经卖到了20万，从情感方面来讲确实感觉有些说不过去。但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更关键的是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待。那关于底盘的装甲喷涂方面呢，可以看到副车在这附近裸露的地方呢，它的装甲喷涂做的还是挺到位的，很多都是给喷上了。那在后悬架附近裸露的区域呢，它的装甲的喷涂就相对没那么到位了。
OK， 那这台广汽本田极派1的底盘呢，咱们已经看了差不多了。它的底盘用料呢是20万家用 SUV 的一个主流水平，而它的后悬架采用的是一个扭力梁非独立式悬架呢，确实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一点。另外呢，它的底盘的平整度其实是不错的。从空气动力学方面来说，气流可以更快速的通过它的底盘，并且减少乱流的产生，从而提高它在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以及它车厢内的静谧性。OK， 想看更多关于这台极派1的内容，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节目见。